使唔使成日喺度放闪光弹啊？唉，一啲都唔理我啲读 L 感受。今日 cancel 咗堂 lecture 咧，唉，仲搞专登翻嚟上堂。咦 ，Peter， 你今日做咩唔嚟上堂啊？今日 take attendance 喎，琴日咪提咗你咯。吓？咩啊？寻日我咪上咗 E 堂 take attendance 咯。昨天我就去了咯，做咩又問啊？咦，唔係喎 ，WhatsApp 點解會 show 9月13日 send 嘅？琴日 Kelvin 明明就同佢女朋友去咗半島食，咦？唔係喎，有古怪。我想問今日幾多號啊？偷女新招啊，差咗啲喎！今日9月13日咯。係喎，咁都冇咩唔好啫。我咪又可以去多次 speed dating， 識第二個女女，一世之前嘅屈辱咯。時間一定係揀本地女女。今次我咁難得翻到嚟，都係為咗揀翻個本地女女嘅。呢個就係化下妝，冇周圍 social。一定不是好像上次的 ABC 女那樣。是呢，你平時是不是不懂得化妝那些？我平時啊都不懂打扮自己，是因為不知道得那麼漂亮的。你這獨男都是這些機會不是屬於你的啦，你這裡或者有機會做人家的兵的。即係要睇下你肯唔肯收我做兵啦、啊。我平時 Hong Kong 都見到你呢咁嘅質素嘅。原來你讀 Hong Kong 噶，唔怪之得你講嘢嘅口音特別唔同啦。咁我講嘢好奇怪。係啊，我係話你好特別啫。不如我哋出去行下啦，呢啲嘢好難食啊。咁快有得同佢單獨相處，今次一定搞掂。我知道呢個附近咧有間雲吞麵，好好食，不如我哋去嗰度。嚇！我住得咁遠，點會去啲頂級地方食啊？我真係開下 Open Rice 睇下有咩嚟食啦。依家好似氣氛幾好，依家有少少特別。啊！依家上次 Mary 打咗卡啦，仲係成為我跟隨嘅啫，因為呢間。好了，這間最多很便宜。好，那你先去吧。來來來，我化妝。你剛才不是在化妝嗎？什麼啊，我搞了這麼久，臉都花了，等多一陣很難為你了。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感覺。什麼啊？你說什麼啊？我說，不如快點走吧。我走吧。有冇嘢想食啊？我需要个牛扒，加多份意粉添啊。好啊，唔该 ，Winter 要两个沙律啊。你读 Hong Kong U 嘅，将来食大把前途啦。都唔系噶，一日未出嚟做嘢，都唔知搵唔搵到一份又啱自己又可以实现梦想嘅工。实咩而梦想啫？最紧要有钱。好嘢，终于有嘢食啦！攞张相上 IG 先。喂，你做咩啊？我未影完。吓，你头先唔系影咗啦咩？诶，唔系咯，啱啱想 up 个相 IG 啫嘛，仲有好多噶，仲有 WhatsApp 啦、Facebook 啦，好多噶。搞掂！哇，終於有得食啦，好肚餓喎。係咧，
你平時喜歡做些什麼？煲下劇感啦。哦，是不是那套來自星星的你？那個什麼？都敏俊啊嘛。是啊，都敏俊 BB 勁靚仔咯，又有錢又體貼，簡直是我理想型咯。其實我都幾似都敏俊啦。好啦，我夠鐘翻屋企睇星星直播啦。嚇，咁快？你咁快就走？你翻去睇重播咪得咯。如果星星喺亞視度播，就成日睇重播啦，即場睇先有刺激感噶嘛。好啦，我走啦。拜拜。真係本地嘅都係唔係幾啱我啦。我都係翻屋企瞓覺算。You're a picture of your sin.